开个榴莲啊，他们都开榴莲，最近开榴莲老火了。看看咱家这个榴莲买的值不值啊？200大洋的。哇，哎呀！哇，哎呀，一块儿，两块儿。三房，四房，这还有一块，五房，最后一块了啊，看看大小。妈，今天这个榴莲开的一般般，没了，应该是没了吧。尝一口啊，妈，今天开的肉太小了。还硬，